你不要再去对我好吗？你不要再抗拒了，给我吧，把手机还给我。真美，你冷静地听我说好不好？其实这些日子你也知道我是怎么对你的，我相信我一定会比你老公更加爱你。真美，真美。何总，这些年我去过好多地区的珠宝设计发布会，就你们北极星办得最好，是吧，陈总？对啊，看来你们北极星集团亚洲区的新总裁非你莫属了。对对对。现在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北极星珠宝集团最年轻的亚洲区总裁，也是我最敬爱的 boss 何子去。谢谢大家的祝贺。我在这里啊，特别要感谢我的家人，尤其是我的太太吴生美，还有两位可爱的宝贝。爹地，哎呀，好不？哪里哪里，大家客气了。够了，你下车。现在就去找我老公，跟他说明一切。你停车！我叫你停车啊！停车！啊、你想干什么？啊！上次是怎么不灵了？小心啊！说了 ，Mr. Ho 来了，你们自己跟他解释。你们在开 party 吗 ？Mr. Ho， 北海之星不见了。啊，你是说那颗蓝宝石？你是说18克拉的蓝宝石？你说那18克拉的蓝宝石不见了？一唱一和，演相声啊。谁是最后一次看到北海之星的人？哎，不是我，我下了台就交给你了。哎，我那之后就马上放回去的。哎，我撞到了你啊。喂。刚才我手上拿着两双鞋子啊，那你可以去动那颗宝石。哦，我记得了，我为了避开你才撞到他的。当时我头痛，要吃止痛药啊。对了，热水是你拿给我的。喂，好心没好报，我倒水给你喝，你还污蔑我。我当时手里拿着热水，准备去偷钻石。总之不关我的事哦。哎，根本不关我的事啊，不关我的事。到底谁那么大胆，众目睽睽之下还敢偷东西？报警吧，报警抓你们啊。北海之星没有被偷。啊！快到你了，快走呗。小心点呐！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如果没猜错，
北海之星没有被偷，他还在这里。啊？你刚才说你拿了两双鞋子，是哪两双啊？就是这两双啊。我就说嘛，一定是他们两个碰撞的时候掉在鞋子里面啦。秀还在进行，快谢幕了，大家准备吧。是的。谢谢 Mr. Ho。Boss， 你果然是我的神呢。哇 ，Mr. Ho， 原来你不只是我们北极星珠宝集团30年来最年轻有为的副总裁，你原来还是一个大神探呢。啊，今天也没有你那么厉害啊。No， 是 Sherlock Ho。Junior， 你跟主持人说多加一个 show 啊，他们三个要表演 talk show。不要。沈健，什么？Danny， 别怕别怕，发呆发呆。沈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到的时候，森明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。警察说，发生意外时，姐姐在叫她的上司。森明明明已经回家了，为什么他又出去？妈咪本来叫我们换衣服，然后接了一个电话，说有事情出去一下。哎，昨晚一切不都还是好好的，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，很幸福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吃吧，你真的把这里当成学校的体育场？怎么样，我的头发有没有问题啊？整齐吗？你也知道今天要注意形象哦。儿子今天帮我弄了一个体育主题的生日 party， 不就是让我尽兴吗？毕竟今天是我的大日子嘛。尽兴归尽兴，不要逞强。你忘了上次你为了踢一场球，你的膝盖就旧患复发了。你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来。你看，有这个支撑我的膝盖啊，再踢90分钟都没问题啊。韩哥、唐嫂，你们来了。韩哥啊，你还是老当益壮啊，就知道这个对你有益，所以我多买一份送给你。哎，生日快乐！哎，我们过去那边坐。好。哇，你越来越有活力，一点也不像65岁。其实我是64岁，可是孩子们偏偏要替我庆祝农历生日。无端端就多了一岁了。哎呀，孩子孝顺是好事啊，像这样的场面，我们想要都没有。表舅、表舅母、堂叔、堂婶，喝点饮料。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的生日 party 啊，是深健一手筹办的，是不是很特别啊？哇，真不错。是啊，法德以前是体育老师，所以我就帮他办一个运动场主题派对。现在国外都很流行这种主题派对。他的公司啊，现在就是策划这些 party。他就喜欢乱搞，这种生意最适合他做了。法德，来，我新公司的名片、喜宴、婚宴、周年纪念、满月酒，全部一手包办，绝对有心意、有诚意。对了，上次叫人买卖黄金的公司还在吗？哎，我听说那种生意是骗人的，你还在做啊？放心，我这么机警，一看到有问题就马上抽身出来，不做了。外公外婆。哎。表舅、表舅母、堂叔、堂婶，孙女啊，你就住在楼上，怎么现在才下来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做了法德爱吃的点心，做了很多，就花了多一点时间哦。哎，不错，好吃啊！老刘来了，来来来，大家尝尝看看好不好吃？好，色香味齐全，有没有叫人啊？嗯，表舅公、表舅婆、叔公、婶婆，乖。康康，你呢？安哥安弟，什么安哥安弟？我叫你那么多次，你都叫不出来，这样很丢脸呢。星星怎么这么说呢？康康不常见亲戚朋友，所以比较不认得他们。
毕竟每一年过年才见面，小孩子记不得是平常事。对啊，没错。哎，子俊呢？公司有事情要他处理，他说他会尽快赶回来。哦。哎，你们两个快去那里玩。怎么了？姐，我生意一开张，订单源源不断进来，做到手软了。很好啊，为什么要神神秘秘？就是因为订单太多，只是给场地的定金就把我资金给用光了，现在要进红酒就没钱了。又要我帮你？那一次你开精品店，我把储蓄全给你了，哪里还有钱？那我就惨了，难道这盘生意又要被罚得诅咒成功，关门大吉啊？你不会失败的，你忘了还有姐夫吗？你是说姐夫会借我钱？我跟他说说，两姐弟，难道你有难我也不帮忙吗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26年前投胎做你这个美女的弟弟一定很幸福。真会说话，嘴巴涂了蜂蜜啊！不要吃太多。康康，你不可以这样，别弄了，别弄了。康康，他们弄乱七八糟，我一定要弄整齐。怎么这个习惯到现在都还没改啊？都几岁了？这是阿斯伯格症，不会好的。哦，康康，我叫你走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何瑞康，哎，怎么了？康康，妈咪等一下帮你排好他，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小朋友就是这样，爱吵架。没关系。哎呀，你有一个完美的老公，又一个完美的家庭，可能老天啊担心你遭命运之神的嫉妒，所以才让你儿子有一点小问题，平衡一下而已啊。舅婆，我弟弟没有问题，他是天才症。啊，天才症。你知道科学家爱因斯坦、大画家梵高，还有音乐家莫扎特吗？他们都是像弟弟一样，是天才。你说的这些人都已经死了很久了，谁知道是真是假啊？因为你家没有天才，所以你才不知道。行行，不能没礼貌。小舅，你不是爱喝红酒吗？啊，是啊。我帮你开一瓶好吗？好，好，好。来，星星，不准你这样对长辈说话，知道吗？谁叫他欺负弟弟？只有我能欺负他。姐，你不是要看姐夫的采访吗？网上看得到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来，我们去看吧。马乐，马乐，过来看姐夫现场直播。OK。哎，爹地，我带来一条非常出色的珠宝项链，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哇，的确很特别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特别对吗？特别就是它不完美的第一个要素。哦，怎么说呢？这是今年最流行的巴洛克系列。是从欧洲名牌店运过来的，啊，它上面有钻石、翡翠、琥珀，价格不菲。那么特别的珠宝，价格不菲，难道有错吗？流行又卖得贵，这就是错了。名设计师所设计的珠宝系列，通常都会卖得比较贵。买得越贵，反而大家不会常常佩戴。这么贵的首饰，只戴了一两次就收起来，等你要戴的时候，就已经过时了。花了那么多钱。就好像买了一颗流星，刹那的光辉却不能永恒。哇，子俊的口才真好啊。口才不好怎么追得到姐姐呢？隽永普及是我们这次珠宝设计比赛的重点。那这次比赛的特点是 You can be a designer， 是一个为素人举办的比赛。我们对参赛者没有任何限制，年龄啊、职业或者是身份，只要你用心去设计的话，谁都可以参加。哇，听说这次比赛的奖金很丰厚哦。没错，只要入围的话就会得到奖金10000块，冠军还可以得到我们公司设计师3年的合约。那得奖的设计作品会正式发售吗？得奖的设计呢，我们放到网络平台发起众筹活动，除了款项越多和支持的设计呢，我们推到市场去售卖。只要你想，就不要再犹豫了，因为 You can be a designer。看 ，OK， 好的，谢谢何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如果等一下你有空的话呢，要不要到楼下的咖啡厅继续？你有其他问题的话，可以约我的秘书再谈的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好的，康康来了，来，快点再生日歌。好好好，不过要等一下啊。为什么？是啊，法德，别等了，唱生日歌，拍全家福吧。对啊，孩子们都累了，明天还要上学呢。少了子俊，怎么拍全家福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迟到了，对不起。来来来，我祝你生日快乐，心想事成，松柏长青。松柏长青，好，我喜欢。现在可以开始唱生日歌了，来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沈健，换新车。我朋友一鸣便宜让给我的。便宜？我看你买这辆车来炫耀吧。这种车又贵又不实用，要不是我身手敏捷，要坐进来都难了。好的，沈健就是想让你展示你的身手才买的。你只是个体育老师，你懂什么？沈健做生意需要门面的。是，你是校长，当然比老师懂得多了。姐夫，怎么好意思呢？说好我帮华德庆祝生日的、啊。这是你公司的第一宗生意，我又可以替华德庆祝生日，一举两得。来，祝你生意兴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 ，Thank you。来，我们跟外公外婆说 Good night， 拜拜。外公外婆，舅舅再见。拜拜。张女士啊，孙健开车小心点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爹地。舅舅有这么多钱买个这么贵的车，为什么外公的生日还要你出钱呢？所以你要努力读书啊，将来赚大钱啊，以后爹爹生日呢，就不用新兴的未来丈夫替爹爹付钱了。回家了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了，别闹，别闹了。哎，真是。老婆，我可以要。这么晚了还喝咖啡啊，小心胃痛。你放心，我的胃呢跟我的意志力一样强。哎，老婆啊，奶多放一点就不怕胃酸了，是吧？爹爹，你怎么了？你说做人是不是要有信用？那当然了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韩国？从我 PSLE 考四个 A 之后，你就答应我去。我明年都已经中三了，你还没带我去？你说以后嘛，明年后年也是以后啊。可是我过两年又要会考，又不能去，所以呢，今年最适合。爹地，九月假期带我去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想要追星，可是妈咪让你专心读书啊。我有啊，哎。弟弟的生日快要到了，就当给他提早庆祝。我生日为什么要去韩国？你想不想吃韩国的冰山？冰山是用冰来做的吗？比 ice 卡酱还要高，很好吃的。爹地，我要吃。好好好，那等爹地忙完手上的项目之后呢，你们两个又乖乖，我就带你们去 ，OK？ 耶！爹地，你要带我去东大门买衣服 ，OK？然后去游乐场 ，OK？ 好。老婆，有听到孩子们的要求吗？有啊。九月份。我们去韩国，一切的行程就由你来安排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老婆，我的咖啡呢？早就泡好了。那，谢谢。刚冲的，明天早上喝就够味了。老婆，能不能要多一杯？不能，要睡觉了。No more coffee。哦，要睡觉了，我知道。你别多想了，人家是担心你的胃。哦，人家去刷牙呢，就不会有胃了。是啊，乖，快去睡觉。你明天呢还有展销会呢。OK OK 好。Good night。Good night。
老公，老婆，送两个小瓜上学了。是啊，韩叔叔买了你的最爱。哇，猪肠粉哦，小胡放假回来了。今天刚刚重新开档，那还加了你最爱的辣椒酱。谢谢老婆，老婆，生茶喝了吗？老婆泡了生茶，怎么敢不喝呢？那才乖啊，早就帮你冲好了。啊。对了，老婆啊，金星刚刚发简讯来说，她要多点的零用钱啊。这个女儿真是的，给她多少钱都不够她花。她是追星一族嘛，肯定花的比较多。这种小事你不用操心，我会处理。很久没有吃小胡的猪肠粉了，太好吃了，谢谢你啊，老婆。拿咖啡。谢谢。所以今天晚上的晚餐我们就去那家餐馆。好啊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钟先生你好，想找什么首饰吗？你认识我？是不是他常常带女儿来这里买珠宝啊？不是的，去年年终晚宴见过钟先生，我们北极星的广告都是他负责的。你的记忆很好，很有潜能。你现在终于相信我是广告界的奇才了吧？今天呢，我想买一枚钻石戒指给我的女朋友。好的，这边请。好。女士您好，请问想要找什么样的首饰呢？我先看一下。好，这边请。我觉得这组啊，太花俏了。哦，这种简单大方，属于经典款。这是 F 级的，颜色相当白。F 级啊？我不是听人家说买钻石应该是买一级的吗？啊，这一组呢，我就觉得看起来不怎么的 bling， 很 bling 啊，我喜欢。你喜欢啊？对了，你们用来拍广告的那些钻石啊，都是很璀璨的，这些相比之下就……哦，我明白你的要求了。钟先生，请过来这里稍等一下。OK。好。这颗钻石能让我看一下吗？好的。Excited？ 你这。这是我们完美系列，这才像样吧，戴上试试看。喜欢吗？喜欢啊。请问你有没有资金啊？什么？真丝 silk。哦，现在就去给你拿。谢谢。为什么要丝巾啊？就算他的接工很好，如果他的相工不好的话呢，有可能呢就会勾到衣服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测试。谢谢你啊。准备好了吗 ？Ready? One, two, voila! Perfect. 哇，你懂得好多哦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Good. We'll take it. 好的。先戴上吧。回公司。今晚的展销会，为什么几个网红还没确定出席啊？啊，我的下属说他们大多数都要求两张票。哇，这些人真麻烦了。你知道网上的影响力有多大吗？几张票和几十万的关注价值一样吗？你的数学不及格，还想要当高层啊？啊，对对对，马上就去处理啊。那今晚呢，最好一切完美，否则你们一切完蛋。Boss， 老板娘来了。给你们五分钟，该做什么赶快做。张太，怎么回来了？不叫我去机场接你呢？我前天就到了，出席昨晚的亚洲区服装展，今天就顺便去看看店里的业务。我马上安排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去了九号店，事先告诉你就不叫突击检查了。你该不会有假扮客户来考验我们吧？这一次不是有出手，我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很挑剔的顾客帮了我一把。希望他们没让你失望吧。还好，店里的员工们都训练有素，新加坡的业务由你看着，我和你老板都很放心。好，我会继续督促大家。那子俊，老板的身体不好，
我一劝他早点退休，到时亚洲区总裁的位置我会推荐你来做，继续加油。谢谢你张太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喂喂喂，你们看一下。张太，今晚的展销会真的不去吗？曼谷还有个会议等着我，反正有你在我放心。Boss 真的很本事哎，难怪老板娘这么喜欢他。哈，那是老板娘，你有看过没？哎呀，老板娘很忙的啦，全世界的生意都是她管的。原来是老板娘，难怪 Miss Doss 笑得那么灿烂。嘘，来来来来来。刚才老板娘到过九号的店，秘密巡视，她说店里的服务不错。哇 ，Ben， 那就证明你培训的不错哈。哪里哪里，是 Mr. Ho 领导有放啊。老板娘说不错，不错是没有错，代表好吗？你，还有你，跟我走。Mr. Ho， 今天早上广告公司的代表钟先生是不是到过我们的店？有，他带女朋友来买戒指，我介绍的。你有好好招待他吗？有，他买了一只16000的钻石戒指。16000。原本他女朋友只是看中一只8000的，可是我介绍了16000的，然后他就买了。那他有没有讨价还价？没有，很爽快。做得不错。是大错特错，从8000跳到16000，这也就是说他有能力消费，为什么你只卖给他16000？难道我们店里面没有更贵重的首饰吗？我看他好像只是想哄女朋友开心，不像是那种要买很贵重的求婚戒指。他是你的儿子，还是你的丈夫啊？你为什么替他省钱呢？他的额头有刻着我没有那么多钱要买那么贵重的钻石戒指，你那么会看，为什么不去四马路摆摊子帮人家看相啊？梅一探，在公司工作了6年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升副经理呢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这么做。觉得怎么样？很 bling 啊，我喜欢。真的吗？切工是不是有些不完美啊？我们的工匠是从欧洲受训回来的，切工方面绝对没问题。你们用来拍广告的钻石呢，都非常的璀璨。相比之下，这些看起来就……周先生，你的眼光真的很厉害。我还有另外一款更适合你的要求。绝对不要猜测顾客的消费能力，而且不要知道他们买钻石戒指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的目的要让他们消费，而且消费的越高越好，所以绝对不能推销16000。我们要推销28000的那一款。钟先生，这就是我们的完美系列，绝对能衬托出钟先生和这位女士的完美爱情。喜欢吗？喜欢。Good. We'll take it. 好的。一枚戒指可以代表女人的希望，也可以代表男人的热情。使用这股热情取得女人的真心。今天有一个男人愿意用他的热情来换取真心，而明明这股热情的指数可以升到28000，为什么你只卖他16000的首饰啊？你有没有尊重爱情？有没有尽销售员的职责 ？Boss， 你实在太厉害了！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连续5年都蝉联集团的 Top Sales。这个月销售报告出来了吗？有，在里面。Uni 啊。好可怕，吓得我脚都软了。他今天早上才来，为什么 Mr. Ho 马上知道啊？老板娘今天早上已经来这里突击检查了。老板娘今天早上，不会是我招待的那位老太太吧？那么就是我们今天很不幸运喽。为什么不说自己幸运呢？我愿意纠正你们，就是塞钱进你们的口袋。Ben， 午餐的时候买猪脑汤给他们喝，补一补啊。
暗算了你店里三朵可爱的小花，你现在在暗爽啊？用词不当哦，我是给他们实战演习。拜托，明明就是袭击。喂，我是帮助他们成为销售业的精英呀。说到销售啊，还钱。你是堂堂一个 creative director， 买戒指给女朋友也要跟我 claim？ 不跟你 claim， 难道跟你的公司 claim 啊？你不要忘了，我让你在你老板娘面前啊加了很多很多的分哦。你很会算哦，追女孩子撒口水花送送花，可是钱却不想花。甜言蜜语呢是每个女孩子的精神粮食啊，比珠宝呢更加可以让她们开心。拜托啦，这些话去骗无知的小女孩吧。至少呢，我是骗那些无知少女啊，好过你啊，骗那些老女人。喂喂，我会告你诽谤的。你明知道你的老板娘呢会去你那家店突击检查，所以特别安排我去那边演一场戏，好让她知道你对你的员工训练有加。两个字来形容你：奸诈。埋头苦干，等待努力被老板发现的想法呢，已经落伍了。我也可以展现我训练的成果给老板看，又可以突击员工的不足，加倍训练。一箭又双雕，只可怜了那三朵可爱的小花成为你成功的踏脚石啊！你那么怜香惜玉，你干嘛还帮我演那场戏啊？谁叫你是我十多年的 brother， 谁叫你曾经救过我的命啊？谁叫你不学游泳啊？现在我会游泳了。嗯，喝酒。哎，我今天不能喝酒，我今晚呢要订住我的展销会。哦，可惜我要出国，祝你好运啦。出国？可惜我干嘛选今天啊？出国公干可以选的呗。对了，因为你的前女友呢今晚有份酒秀，所以故意避开她。我跟你说，那个疯婆，我只是跟她拍拖三个月而已，她竟然跟我说什么要结婚。What？ 别装可怜呐、不管人家有没有逼你结婚呢、你有哪一段恋情是超过三个月的？明明就是人前哀悼，背后偷笑。钟立群，你要游戏人间到什么时候啊？何子勋，就好像我偶像说的，我是一只没有脚的小鸟，我只能一直飞，一直飞。有人不做做鸟？你以为你不是鸟啊？你是一只不会飞的大公鸡，整天呢就守住一个鸡窝，一只母鸡，还有两只小鸡。好啊，我就等着瞧，看你什么时候来到地上做公鸡。喂，别等太久啊，秃毛的公鸡呢是很丑的。什么秃毛的公鸡啊？我怎么来说啊，都是一只孔雀好吗？哎，秃毛的孔雀更丑啊！为什么你什么东西都是要秃毛的？我小 problem， 我赶快吃了，我要帮我老婆拿礼服啊！是啦，有个好老婆了不起啊！奶奶，美吧？你女儿美还是甜品美啊？奶奶一定说我老婆最美了。我们要享用甜品喽、拜拜。拜。妈咪。如果我现在拿的是最新的智能手机就好了，我可以把这些甜品拍成 3D 的照片。中学生需要这么高科技的手机吗？当然需要啦，我们快要去韩国了，我要拜我的欧巴嘛。我还是要做我的 school project。星星啊，妈咪有没有跟你说，这间手机公司的经理刚好是我的客户，他跟我说明年会出新的款式，拍照功能更强，可以内部认购，到时候你比别人更先拿到。哦，我想一想，这手机还能撑到明年。妈咪，新手机一出来，你一定要给我买哦。知道了，还是星星最懂事，快吃吧。吃完后你先回家，妈咪要回公司开会哦。嗯，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要参加爹地的宴会，可以早走吗？没办法，老板临时开小组会议。嗯，好吃的这个，试试看。艾达，你知道今天开什么会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家早。早。老板早。都到齐了吗？OK， 今天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干嘛这么紧张？放心，不是大信封，而是要表扬在我们当中表现最好的同事。这位同事在短短的半年之内，他的业绩就已经是非常出众，所以今年的杰出表现奖属于吴森美。谢谢。哎，还有，
燕，希望明年的杰出奖会是你的，继续努力啊。是的，谢谢老板。啊，好，我们继续开会。冠名。谢谢你刚才表扬我。应该的，你好就等于我好，对不对？你还真准时啊，每天一到这个时间就会来这里等你儿子的电话，你真的是一个24小时的妈妈啊。对了，等你讲完电话之后到我办公室来，我有事情想跟你聊。今天不行，我老公有个晚会，我一定要出席。啊，这样，那好吧，改天我可以等。我儿子打来了。喂，康康。妈咪今天可以早点回家，有什么妈咪到家再跟我说好不好？现在一定要跟我说。好，你今天上学怎么样？小飞请你吃饼干，所以你要请他吃水果。好好好，妈咪帮你准备。你等一等，妈咪看一个短信。这里见面被人看见怎么办？我昨晚一直打电话给你，你怎么都不接啊？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不能让冠明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，我现在要回家了。三妹，好了，我说了，明天好吗？我先出去，你等一下才出去，知道吗？老婆，你不是直接去展销会吗？怎么会回来了？我是回来给你一个惊喜的，你看，我特地为你准备了晚礼服呢。老公，哎，还有，漂亮吗？嗯，我帮你戴上。好啊。真的很漂亮。是我漂亮还是耳环漂亮？当然是耳环使你更漂亮。怎么突然送了礼物吗？老公送老婆礼物需要问为什么的吗？那你是不是跟我们一起出发啊？哎，不行啊，我要赶去会场，一个个像小朋友一样。记得啊，今天晚上6:30不要迟到。知道了。哎，很帅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妈咪，Daddy 又送你耳环。是啊，你不是不喜欢戴耳环，为什么不告诉 Daddy？ 妈咪不是不喜欢，而是几年前耳垂发炎后开始敏感，就没办法戴了。那爹地为什么还送你耳环？因为爹地不知道妈咪的皮肤敏感啊。为什么爹地不知道？不知道就不知道，小东西问这么多为什么？你应该做一个诚实的孩子，告诉爹地。哎，现在几点钟啊？5:25。那你还不快去洗澡，换漂亮的衣服，参加爹地的展销会？是，快去。
喂，我在你家楼下，下来吧。昨晚一切还不都好好的吗？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，很幸福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法德玛德，我们别往坏的方面想，圣美会吉人天相的。是啊，法德玛德，你们不要这样，会吓坏两个孩子的。你放心，我们会没事的啊。医生出来了。医生，我们是吴圣美的家人，我是她的丈夫。你太太头部受到重创，并且大量出血，不过放心，我们刚刚跟她做了手术，已经帮她止了血，但是她的脑神经附近有血块凝聚，要等血块散了，她才会醒过来。至于她什么时候会苏醒，就要看她的意志力了。谢谢你。动完手术，他会痛的。妈咪，为什么带着这么多东西？他是不是要死了？闭嘴！你不要说那么多废话好不好？妈咪会好的。可是……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吵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啊！不要，我要跟妈咪在一起。法德玛德，麻烦你们了。好，走。我不要，我要跟妈咪一起。不要。乖，听话，听话。老婆，我才不见你几个小时，你就变成这样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都是我不好，如果刚才我等你出门，你就不会有事。医生说你要靠意志力才能醒来，你这么爱我们，这么爱这个家，一定很想回到我孩子们的身边的，对吗？不要让我们失望，快点醒来好吗？